陆探长，老爹呀，到底醒过来了，你把我都快吓死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已经是在我家。你睡的这张床啊，就是狗蛋儿的床。我怎么睡在这儿？而且病得很厉害，昏迷了三天三夜了。慢点。我不对那些人呢？他们都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红军大部队都撤了，他们把像你这种伤员都托付给我们了。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待着啊，伤很快就会好的，啊！冯雷姐，我能放雷姐呢，把她找来，我问她到底发生什么事，别着急。你说的那个方姑娘，方姑娘走了？不可能，她不可能扔下我不管的。你听我说。大部队走之前啊，他一直都在这陪着你，他一步都没离开你。后来听说部队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，他就不能陪你了，就把你托付给我了。铜锣，我要走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想留下来陪你吗？可是我不能，因为部队更需要我。现在我真后悔跟李军学护理，更后悔跟翟副政委学发电报。如果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就能留下来陪你了。刘铜锣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也后悔了吧？后悔当初没有早早的把我娶了。如果你娶了我，我就算违抗军令，跟师长翻脸，我也得留下来陪你。我已经托付大叔了，等你醒了以后，让他给你说一个好媳妇，好好照顾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现在想想，我还是要比你媳妇有福气，因为我再也不用受你的气。我再也不用为你担惊受怕了。孩子，爹，不哭，爹。
走，爹，而离不开咱们的队伍，而且我还得带其他的战友一块儿去追上咱们的大部队。啥也别说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。爹，你放心，孩儿早晚会回来，到那时候。 1936年12月12日，爱国将领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，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，联共抗日。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。1937年7月7日，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还是在后岸的水好啊！本来以为啊，我们再回红安城，还得从国民党的手里抢回来。是啊，没想到国共两党合作了，我们又变成一家人了。强吧，我现在啊还是有点回不过味了，刚刚还打得你死我活，现在又要合作，我真的有点没法想象。我说啊，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像家里炒饭的一对兄弟一样。可是啊，一旦来了外人欺负家里人，就应该一致对外。对啊，方雷啊，真希望这仗能够快点打完，咱们呀就能安安生生的回红安过日子去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到时候我们还在一起，小院连着小院，你我杠子刘铜锣，再加上大慧平吧，一共5家都连上。哎，不是5家，应该是4家吧？你说我和杠子呀？嗨，他是他，我是我，到时候他成家了，我这个当姐姐的可不凑这个热闹。我不是说你跟杠子算1家，我是说你和刘铜锣。切，我才不要嫁给他呢，还是让他当一辈子光棍的好。哎，你说你娶我姐，到底什么时候娶啊？我能不想吗？咱们这些年又爬雪山又过草地的，哪有时间啊？本来想着回红安就娶你姐，可没想到小鬼子又来了。借口，全是借口。我跟你说啊，天地良心啊，我自从追上队伍之后，我对你姐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就是挺凉快啊。啊，来。哎，不过啊，我看这2年刘铜锣对你确实不一样。切，谁
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。我看不像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他要是真想娶我，他当初在老君山上为什么不娶我？他呀，就是看我对他太好了，所以呢，过意不去才对我好的。要是这样，我才不稀罕呢。哼，你嘴真硬呢。哎，你可是生生把一块冷石头捂热了，现在又不想要了。哎，你要是不要，我可要了。哎，不行，你是我弟媳妇。哎呀，我刚才算错了，应该是三家，你跟杠子是一家。哎，谁说我喜欢你们家放杠子了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没说。你说了，哪怕是石头都能给捂热了。我去告诉杠子，好好捂着你，早晚把你给捂热了。你别瞎说，范磊，不理你。哎，李俊，回来。林罗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发现曹丽君真的有点喜欢我了。你咋知道？那还用说啊，每次我扶伤去她那儿，她都亲自动手给我包扎。上回啊，就这么一点口子，她前后折腾了快一个小时，那缝啊弄啊特别细致。你小子别臭美，那丽君对谁不这样？上回哑巴她受伤了，也是她亲自包扎，然后还到我们团部给她送药。照你这么说，难道丽君她也看上哑巴了？那不一样，我跟你讲啊，他们之间那就是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。对我，我的眼睛是不会骗人的。错、啊，怎么着？团长，不服啊？来来来，团长，不信咱来比比。报告团长，怎么了？说，这个破帽徽缝太结实了，我拽也拽不下来。好端端的帽徽，你拽它干嘛呀？这是国民党的帽子，咱革命那么长时间，咋就？突然间变成国民党的兵了，如果非得当国民党兵，那还不如回家种地呢。我可不当国民党的兵。不是，谁跟你说咱们要当国民党的兵了？啊，咱们是毛主席的兵，咱们是共产党的兵。上午开会，市长怎么说的？啊，革命队伍不看你穿什么戴什么，是看你有没有一颗打鬼子的心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把帽子给扯坏了，你就永远没有帽子戴。杠子，你这觉悟不高啊，你带出来的兵也就这样。你呀、啊、真给一团丢人。行了，你就别说了啊。还是哑巴揪的啊？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？上面的帽徽呢？团长，这国民党的帽子他们都不愿意戴。谁说这是国民党的？这是新四军的。那这帽子上的帽徽跟国民党一样啊。你们有没有点纪律性啊？当年本团长就是因为不懂纪律吃了很大的亏，你们要学我啊。不是团长，这当年白狗子把咱们兄弟给弄死了多少、啊、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。咱们虽然和白狗子不共戴天，但毕竟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。现在小鬼子都骑到咱中国人的头上拉屎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到时候连国都亡了，那我们不都成了千古罪人了？都明白了吧？说得对，这穿什么戴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共产主义信仰。在我们队伍里不还有戴红军帽的叛徒吗？这国民党的队伍里还有像杨虎城、张学良这样的民族英雄呢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国民党的旅长戴慧平还是我们兄弟呢。只要咱们是真心抗日，不管穿什么戴什么啊，这以后咱们就是白皮红萝卜，吃起来照样甜。没错，只要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，别说戴一个青天白日章帽子，就算让我戴花裤衩我都愿意。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。是，诸位，即将通过我们防线的是一个日军联队。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，这个连队编制有3910人，他们的队长叫青木敬二，其中包括50人的大型作战指挥部，110人的运输中队，80人的弹药排。这个连队还有一个110人的轻型战车中队，其中包含10辆轻型坦克、2辆中型坦克和
核十五辆轮式弹药补给车，这装备可比我们好太多了。这可怎么打？这可比我打。所以，我们要痛击其先锋，挫其锐气。刘铜锣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战局和双方的军力对比吧。是。青木联队由三个步兵大队组成，每一个步兵大队差不多有1000多人，包括30多人的大队部，还有一个100多人的运输中队，还有一个最难对付的机枪中队。机枪？还是个中队？我提醒一下大家啊，这个机枪中队是由150多人组成的，光是重机枪就有12挺，还有9门70毫米、9/20步兵炮，另外还有6门37毫米反坦克炮啊。嚯，这些东西要是让我们给搅和过来，那我们就发大财了。你别说没用的，说点真格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打起来，单从装备上来说，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切，那你还吹什么牛啊？还说缴获别人装备？老虎虽然厉害，可是如果遇到群狼，他也未必能赢。铜锣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，但在敌人的面前，绝不可以失去信心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不殆。我们就是要以我军之长，击敌人之短。青木这个人，我们都知道，他参加过淞沪战役，当时他还只是个中队长，率领部下强冲我军一个旅坚守的阵地，疯狂进攻，直到把那个旅全部冲垮。后来他那个中队只剩下20人，从那以后他就像是发了疯似的，以掠杀我中国人为乐。此人可谓是生性残忍的。他从东北一路杀到了华中啊，这个人砍下我同胞的头颅，堆起来比他的人都得高，甚至被日军称颂为什么军神。他奶奶的，那是因为他们没碰上咱独立团，如果碰到了得让他尿裤子，立马从什么军神变成尿神。说得好。公安のロクンビ茶は本当にうまいな。この匂いは混じり気がなく、濃厚で味わい深い。お前ら、飲んでみろ。さすがお目が高い。あいつらの気性はこの茶のようだ。気骨があって、屈しない。この数字で確かめてみよう。公安の奴らがこの茶のようであるかな。開戦以来、そいつら屈強な品々たちは、大佐によりもうすぐ全滅させられます。屈強な品々を征服してこそ、我々大日本帝国の誇りとなる。青木这个人十分狂傲，他的作战特点善于带兵孤军深入，喜欢闪电战，先纵深突击，再迂回包抄的方法。那我们就给他让开一条通道，让其深入，但不能让他迂回。这就是金桥村到白石沟一线的设防，是国民党的106旅，旅长呢就是戴惠平啊。而驻守在红安城内的是国民党的108旅，旅长是程德才啊。师长，戴惠平为什么这样设防？你说说看呢。我觉得戴惠平想的是，日本的机械化部队在这里根本展开不了手脚，到时肯定会被地形压成一条直线，等小鬼子进入山谷，我们再合围把他们包起来打。刘铜锣，你真是有长进了。嘿，
这有什么难的？不就是给小鬼子下套吗？我也会。白石沟到淮安之后都是平原和丘陵地带，无险可守，要阻截日军只能在这里布防，而且金桥村到白石沟之间多为山里，只有一条大路贯通。吕总，苏林洼这儿我们可没有布防，那不是给鬼子留到缺口吗？那就要看我们的新四军兄弟懂不懂我怎么抓这个贼了。这次我们和戴慧平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，我们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，所以我军得尽量的配合他们。对，虽然戴慧平是国民党，但是呢咱们是一起打鬼子，所以还是兄弟。其实啊，戴慧平他早就料到我们会出兵了。大家看，松林洼离我们驻地不过十里地，这个地方无险可守，是个很容易打开的口子。可是这么敏感的地方，戴慧平竟然没有派兵，肯定是留给我们的。哎呀，戴慧平还挺会算计的。因为就算我们不打鬼子，鬼子也会经过这儿进攻我们的。他戴慧平再会算计，能有这个刘铜锣会算计吗？好了，铜锣，这次就按你的计划去部署。是。还有，青木不是一支孤军，离此处100公里的地方还有日军的大部队，再加上青木这个连队极为强悍，没那么容易吃掉。战斗的胜负往往是由偶然因素决定，谋定而后动未见得是好的效果，狭路相逢却总能打出漂亮仗。如果这次出击时机选择得当，说不定我们打着打着就能把战机给打出来了。所以实事求是地说，不光我们能想得到，新四军也能想得到，我看小鬼子定然也能想到。方刚子到。你团负责打合围，那就是要守住松林洼，把围住的敌人给我紧紧地咬住了。是。师长，我呢？你们的部队是以游击的形式来部署，一定要防止敌人的增援部队，防止他们里应外合。是。报告，大司令，休战です。よし、読め。東急司令官より部隊を南に進軍させ、港湾を抜け、武漢に入り、抵抗するすべての品軍を殲滅せよ。昭和13年8月5日。大佐殿、地図を見たところ、部隊が港湾を抜ける最短の道は金陵村から白石港で、地形は峻険で待ち伏せに適しています。待ち伏せしようとも、我々の進軍は止められない。第一大隊、第三大隊、戦車中隊、すぐに出発。第二部隊は待機、残敵を総動。見せてやろうじゃないか。いくら中国人に気骨があろうとも、我々航空の火力にはかなわない。快快！一定要赶在鬼子来之前把战壕挖好，快点！快！弟兄们，加紧！快点！等等，快点！加快速度！行，八家沟的防线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命令一团、二团，在战斗打响半个小时之内，分成两队，呈倒八字形撤退。是。三团长，有。你率领部队阻击敌人，12小时之后，分成小股轮番撤退，直至白石沟阵地。是。三团长。
你一定要遵守时间，不能恋战，因为日军追击你们的速度会很快，争取把弟兄们全带回来。请李座放心。好，大家挖的深一点啊！好嘞，好嘞。这战壕挖这么深，这边这边，哎，只能打不回去。深一点，来这边，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好，团长，嗯，团长，团长，报告，我要的小板凳带来了吗？都带来了，保证咱们一人一个。可是团长，咱们用小板凳干嘛呀？一会儿打起来你就知道了。小鬼子行进路线上的地雷都埋好了吗？都埋好了，保证小鬼子迈不动腿。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，专挑鬼子的工兵打，一个都不准放过。是。大约准备杀手，嗨嗨，开始给让小日本也见识见识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，给我打。
确实有一队鬼子朝这个方向开过来。太好了，有肉吃了。团长，可是这不是团长，你看。一个中队啊，几个观察哨都这么说，这不是一个中队，这是一个大队。团长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慌成这样啊你？来了，咱们还能回去啊？一个中队也好，一个大队也好，反正都是小鬼子，来了就得打，来多少打多少。好，准备，准备。报告师长。讲。一团和鬼子交火了。多少人马？原来情报说是个中队，现在是一个大队。还外加了一个迫击炮小分队，来势汹汹。刚才这次算是碰到对手了。報告。遺体捜査部隊が金陵村で待ち伏せにあり、戦車中隊は進軍できません。第三大隊はどこだ？総林雲で襲撃されています。どこの部隊かわかるか？それは第一部隊と新第四部隊の主力です。どこの師だか不明です。ふん。面白い。命令だ。第一、第三大隊、現場を死守せよ。第二大隊はすぐに援軍に行け。すぐに準備し、襲撃するんだ。はい。小鬼子，火力太猛！是啊，团长，这样行啊，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抬不了头啊！是啊，小鬼子的炮火太猛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副官，副官，走！一营、二营先撤，三营留下来做掩护。是。三营留下，一营、二营先撤。小鬼子，到了白石镇，跟你们算总账。報告少佐、中国部隊が撤退始めました。撤退？絶対に奴らは生きて帰さん。命令を下す。部隊は全速前進。おい。集合！はい！報告！第一大隊は既に包囲を突破、進展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。第二大隊も既に反撃を開始。山本。中国人も肩なしだ。反撃するだけで撤退してしまう。大佐殿は中国の弱みをよくご存知で。板垣に通じだ。
突破した後包囲しろ。命令、戦車中隊は全速前進、中国の防衛線を突破しろ。はい。小鬼子，让你们尝尝我独立团的厉害！大家预备！三团已经从金条村撤离了。好啊，一团二团那边怎么样？一团二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，包围圈很快就会形成了。不急，等大鱼完全入网了再说。要看大鱼能不能完全入网，就要看后面负责包抄的新四军了。对，对了，渡劫松林洼的是新四军哪支队伍？方杠子的团。快撤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给我们团留点火种吧。这个屁，一射战军全乱了。那也不能让咱们团背一个弯啊。咱们要是撤了，刘铜锣带回平都会守不住，咱们死也要死在这儿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打打。怎么样了？暂时还没有消息。李总，三团长回来了。李总，我回来了。辛苦了，李总，我请求再上前线，我和我的弟兄们还憋了一股劲儿呢。知道你们辛苦了，现在弟兄们包扎一下伤口。吕总放心，我只是破了点皮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去吧。是。二营长牺牲了，那你去，团长，我行吗？我说你行就行，一定要把小鬼子给我打下去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去。